是安怎要甲我跪？阿姨，你活着就太好了，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公家如果就这样毁掉，我会永远良心不安。你可以良心不安哦？那不是你甲江道成搞的，江家那三番两次拢闹个乱糟糟，结果呢？江道成甲你利用煞了后，就杀你去做杀人的工具。你即马才发现，家己只不过是一个替死鬼，后悔啊吼！害着台死蝴蝶的罪名，后半世人真正是乌有去啊！我是要安怎对恁爸爸交代？我真的很后悔过去的行为，虽然这次我被设计变成杀人犯。刚好可以为以前犯的过错赎罪，我会好好在监狱里反省，希望将来能重新做人。安尼听起来，你是真正悔改。你若是真心的，我会当请上好的律师来替你减轻你的罪行，无的确阁有机会当得到自由。大兄，你若是真正悔改，上欢喜的一定是爸爸啦。爸爸在天之灵，嘛会原谅你的。是啦，啊，拢是一家人，无啥物是袂当原谅的。一家人，阿姨，你敢愿意重新接受我作为蒋家的人？柳树回头，金不换。你我拢是阮蒋家一份子。今日阮来，除了要让你知影，阿姨还阁活了好好。江道成的计划彻底失败以外，阁有一件上重要的代志，要靠你出手才有法度完成。李亚，李亚进去啊！这一切哦，都是开阳的功劳，是还佫第一切父
伊专工出来甲咱斗三工的，再到这么顺利，把你的芯片搁放在你的头壳内。你现在愿意安尼做？当初你搁替江道生搞坏芯片慢掉呢？大兄是给江道生利用，变作台戏蝴蝶的凶手啦。伊即马已经替看清楚江道生的真面目啊！你的声音哪会无去啊？伊和江道生拄一刀，所以即马拢无法度讲话啊。虽然即马无法度开嘴，啊，不过伊是真正忏悔啊。所以，你是拜托伊来动手术，替你把晶片移植，伊无第二句话就答应。哥，多谢你。你愿意再给我一只狗，这是不是表示你也愿意重新接受我，原谅我？二兄啊，原谅大兄，大兄，你会当放心吗？哥，等我好起来，我会替你当声带手术。咱这个和江道生毁掉破坏家。一定会一步一步越来越好，比过去更加圆满。抱抱抱抱，我买抱抱，妈。你好。你跟凯母会当恢复过去的生活。超越，你唔免遮尔紧啊！起码大家拢知影，你的心情一定无啥好。今日阮来就是要向英团讲，爱伊安心。我甲凯勇会永远陪伫你的身躯边，支持你。做你的口述，老夫人，之前讲的哦，也是我想要讲的，所以吼，我敢袂当继续叫你开步，我会代替英团好甲你友好，照顾超越，袂好任何人伤害你妈孙啊。老叔啊，恭喜你安尼手术成功啦！啊，总算会当回来，甲厝内人团圆啊！多谢老董，分大家福气啦。阿母，昨人伤多，无机会甲你拍招呼，所以今日来甲你拜访，好佳哉你平安无代志。多谢恁啊，老夫人，是嘞，当初。我是发现家风是我的后生中子，啊，我着自私，把伊软禁起来，啊，甚至害你跋落海。啊，嗨，尤总裁啊，迄个过去的代志啊嘛，啊。本来我俩准。会当挽回家风的心，啊，想袂到啊，颠倒，甲伊愈杀愈远，啊，搁差一点啊，还去互江道生害死。我做遮尔多可恶的代志，我
我死一百遍嘛无够。阿姨，你别来了，你这里激动啦。老狐狸，多谢你甲家风，家勇甲家你好，好伊第一面对困难的时阵，伊阁这么啊坚持，永远拢袂放弃。伊的善良佮体贴，嘛是恁予伊的。你放心，我绝对袂甲恁手啊。伊是恁陆家的后生，这是永远拢袂改变的。最后，请恁接受。我的道歉。阿行李，我一开始真正就气你，气你自私，气你不知手段。不过后来我想想嘞，本来一个已经无家的囡仔。突然间搁出现，这对一个妈妈来讲，那是天大的代志。你因为惊家父无要认你，所以你都做遐个代志，想要让伊当来你的身躯边。咱爸爸拢是做妈妈的啦，我会当体会你当初你心情有啊惊吓，有啊无助。你妈已经为了你所做的错误付出代价啊！以后咱两个妈妈，咱就继续做家风的靠山，咱做回爱，好不？你万一好家风来领我。多谢你，真正就多谢你呢，多谢你。其实这几年我经历这么多代志，我们拢想通啊啦。咱大家拢有悔啊，啊，常常拢安尼报仇来报仇去，我看哦，一世人哦，咱都当袂完。不如把这时间拿来好好爱咱身躯边咱所爱的人，啊，不是较好？对不？我认同罗慧玲所讲的啦，毕竟我是为鬼门关回来的人，比香港人更了解、也珍惜辛苦边的人。我第一回去泰国之前，会当得到罗慧玲的原谅，我真正足满足的。那呢，就祝你顺风平安喽。杨总裁啊，啊希望哦，后回咱国见面的时阵，你已经恢复健康啊。一定的，我会做打拼，做好健。